头一在流行。再一个。先把你说前庭这边，我就帮你带过去的。日前下午5时许进入本所求助，称女儿因头部受伤需紧急送医，因正逢下班时间车流量多，恐延误就医。同仁见状后驾驶巡逻车搭载女童及其家属赶至医院，平安抵达医院后经诊疗，女童伤势确认稳定并无大碍。